是，好，比赛开始，来看一下第一局。其实刚刚在袁立岑比赛的过程当中，你也说了，那在相对于对手来说啊，袁立岑也是，比赛的情况过程当中，刚上场的选手一定是都拉说。丢啊！这证明就是，这个刚开始啊，这个还是。说呢，就是太简单，就是太简单太。最先进的技术，场比赛对于林世栋来说也是最后的机会啊，因为如果输了的话，他就没有这样的一个争夺出线的机就会。是很积极主动。你看，整个人感觉这个也很壮猛，大。还是对心态的这种把握呀，可以说就是从来没有打过，对吧？而且呢，确实是这个，这种怎么说呢？哇，这个双方这球，边和林世栋那边。就感觉两个人这种状就，态，对吧？你对看，吗？这你要始终让对手感觉你永不放弃。形成对拉。对吧？人的状态，嗯。好你的，看，其实这个整个的局面啊，包括整个人的这个感觉都非常的好啊。对，其实就感觉目前的这种局面，我怎么能把这个四分的领先保持住？很耐心，你看这个，好。你看是不是这几个球明显？形成相扑，哎，对，这是他的。而且感觉向鹏目前为止转正手的这种嗯，行动，可能还是在于反手的这种体系要更多一些。对，哎，均衡啊，你看，要不然很难，真的很难。不会给对他的心态造成任何的影响。不错的开局，连得两分。哎，你看这，啊，这，你看这基。擦边上来讲也是，这种向鹏要主动，更主动。林振东是发球站在正手位发，嗯，有些有着点急着了。急了。这个节奏把握的。还是着急，心态不太好把握。
前锋对拉，哇，好球啊！你看、是不是这个？你看向鹏，还是感觉整个人，你看盯住反手。哇、刘丁硕总感觉差那么一点，不够立体啊，感觉整体。嗯，这样的话，临时动也是以0-3的比。